各位好 ，Fabio 灰熊。今天我们来从镜面的近景，我们来衍生出一个中景距离的这种画画。那镜面呢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眼睛，还有呢，这个也是一个镜面啊。通常我们要同时能够画这个跟画这个的图面不多，因为它是一个坚硬的感觉。它的镜面呢，它是会反光，但是它不会反光，所以我们来今天来表达。眼睛会反光跟这个会的透光，那基本上它的透光这两种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同。我记得最近我在画画里面有讲到，我们通常画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什么，镜面跟透光。所以你一幅画里面能够同时安排镜面跟透光，你的作品都会很不错。好，所以截图的时候是非常重要，就像海面啊，波浪啊，如果波浪是站起来，它有透光，就像辉哥最近新哥他最近画的海面呢，在沙滩面里面有镜面，那浪又站起来，它有透光，所以镜面透光同时有，所以大家会觉得他的作品很好的原因在这里。其实当然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，但是基本如果你选对的东西，选的主题是你要的，能表达容易表达的，那通常都不错。好，我们来开始。我们第一个先把我们中心点定出来，大概在这里，这个交叉线，然后在这个交叉线，所以大概在这里。那第二个，我们来找色彩，这个的色彩它非常对比很大，暗啊就很暗啊，亮就很亮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把我们的背景的这个部分呢、去规划出比较暗的部分，否则的话它的亮面太大。OK， 那我们就想，那我背景要用什么色，可以让我这个表达的这两个色彩能够跳出来？它是黄色嘛，对不对？黄紫是一个补色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偏向蓝红的一个深色，所以它是一个深紫色。那么深紫色的时候，到这里的时候成为雾状区。那么它这个光它就会从这边射进来，反射光。OK， 所以还没画之前，我们先想好我们到底大致色彩的布局。想好了以后就说，那我怎么让这个两个东西最吸引人的，一个叫镜面，一个叫透光，这两个东西能够跳出来。那镜面跟透光的部分，我们就知道它在中心点的大概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这个位置，我们要保留它。我们待会要画色彩的部分。所以这地方色彩呢，它的稀释剂不能太多，否则它粘不上去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先从色彩来着手，还是我们先从背景来做？两个都可以。好，从背景也可以啊，从背景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调色的时候，第一个我们先把背景的颜色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冷蓝跟冷红嘛，所以把冷红放进来，冷蓝放进来。那这个的颜明度啊，而比我们想象的深很多。我们现在看到很亮，但是这样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色彩会跳不出来，就是很一般啊，它不会很特殊啊。那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把明度降下来。第二个、它已经是二级色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二级色啊，不要去抢到这两个色彩，所以我们需要一点咖啡色灰在这里啊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背景。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现在这调色盘里面的面积啊，就差不多是等于我们这块的面积，我们已经把色调好了。那我们第二个要画的是这一个色彩，这个我们也是灰灰的，因为它是往后延伸的，它是一个弧形的。那这个弧形呢，我们希望它是有点带暖色，因为我们希望这个冷色啊，因为它是蓝色，那照理说冷色应该是往后嘛，但是这个冷色明明就往前了，所以它的饱和度一定要很高才会往前啊！如果你把饱和度降下来，它就会到跟这里去了。所以呢，为了让这个往前呢，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地方要尽量变灰啊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冷色它就不会往前啊。那这一块的往灰的前面的颜色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用暖灰，加待会我们可能还会再加一点冷色的黄。冷跟暖加起来就有点灰灰的，基本上会灰灰的。那你可以看这两个明度啊，是所有灰色里面明度最亮的。
不可能有比这个亮了，对呀，不然就要加白色了啊、嗯哦。对，这两个颜色是我们在画这一种明度灰色向后退最好的方法。那你顶多加一点点的冷蓝啊，这样或冷红，啊，那我们就看到底要加冷蓝冷红。这边如果冷蓝呢，这边就冷红。你把色彩两边区开区分出来，就是哎，这边比较近，那边比较远。好、啊，所以这边就有了。我们可以用小的画刀，它只要一点点嘛，所以你只要一个点点冷蓝，冷红红的挖一点过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讲这三个这个色彩块，一个是这个颜色加一点点暖色的黄。在这里，对，一定要有的啊，不然它的颜色就只有单一有黄。啊，第二个颜色是这一个，这我们刚画的眼睛，它是 yellow color 哈 ，yellow color。然后它需要加一点什么？加一点暖色的红，你们也许看不到了哈、啊，但是它如果往里面深陷的时候，它就是红，所以你要放一点点红，这个，啊，一点点的红在这里，好，再来。好的，我们刚刚画眼睛是不是有黑？对。啊，把黑拿出来。好，那黑色的这上面的反光是什么？它不是纯白，纯白是这个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它不是纯白，那什么色？天空。这老鹰的天空的颜色反应，所以它是 cerulean blue， 它是一个中性的颜色，所以你可以很大块啊，因为。所以不是很少用啊，就不用客气的，就大块一点给他啊。好，再来这一块呢，这块颜色是一个暗黑，对，很暗灰色加一个中间有白色的反光在这里，这里有白色反光，这里也有哈。我们希望它做出来。那今天我它只有两小时可以画，所以呢，我比较偷懒的方法就是快速的用稀释剂做完这个，然后再来就。尽量两节课，我们就把它画完。好，开始。哎呀呀呀！啊，稀释剂哈，今天没有这样很规矩的下来的原因，是因为这里中间都是色彩区比较多了啊，所以我从下面画上去，那你就可以你看越来越干刷，那么越干刷它的色彩越容易附着，所以当你们发现你的色彩的区块啊非常有限，就像这样非常有限，你要尽量去把你的。第四季留在后面，好，我开始画。记得哈，我在教，在刚示范那个颜色怎么涂，是这样涂的、哦，好，这样涂啊、哦，你要灰，要深色，要灰，而且要深色。这个是不是像你们刚才画的眼睛的上面？你看，我已经改变背景的明度了哈。然后让它没有笔触，甚至你可以让它有一定的光线的错觉。这边是属于色彩溢出的区块，所以让它有点色彩跑出来。这边是雾状区，你看啊，雾状区跟色彩溢出啊刚好是对面啊。你要画上面光这样进来的，所以它最暖的区画的，所以我要接到去。
然后这边对，色彩放进去，这是你画眼球的啊，色彩，这是中心点。啊，先调色彩，再调彩色。啊，在上面一点。这个点在这。嗯。OK，色彩在这。然后先把这边这一色彩盖进去，还是慢慢消失。再来，另外一块色彩在这里，一点点这个，好，一点点这个，它在中心点的这一块，中心点的这一块，中心点的横条。这个的眼球下面有点黄，对不对？嗯嗯。把这个色彩放进，中心点还在吗？对。所以你就知道大概在这里这个位置。好。我相信你们从来没有这样画过。对。对不对？好。那为什么要给你们知道这个样画？当你的色彩，你画刀可以维持很干净的时候，你可以第一次画不干的。嗯嗯。画刀干净的，你把色彩先放进去。嗯。那这样子呢？你的失误啊，机会就很小，因为它的定位已经有了，色彩本身就有定位的效果。啊，记得你们的色彩区啊，一定要比原来想象的要大一点。这一块很小，对不对？大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待会要雕刻啊。你不大一点就很难雕刻啊。啊，今天没有直播，今天是分享。对，明天上课。所以在定位的时候，不一定说一定要用深色的那一块来做定位，只要是色彩。我们讲最简单一个例子，假如那只老鹰很小很小，头很小，那旁边的背景都是白色，那怎么定位？它就有一个点，你没办法定位嘛，对不对？嗯。要用什么？你不能用明度定位，是要用什么？色彩。色彩。那不能用色彩定位的吗？对，要一起。嗯，这里也可以定位啊。嗯、好，这是我们画的方式。那为什么要用厚土？因为它不会干。对不对？你如果我用笔去画，待会干了、啊，干了你们那眼球你怎么带开？你没办法带开。那个绘你也没办法带开，所以。你一定要厚土，你没有厚土是没办法做出这些效果。OK 啊、哦，好嘞，对。现在我们画上眼皮，看啊，我上眼皮，上眼皮这么这条线跟这条线，对不对？这是你们刚画眼睛的吧？灰，冷，暖，灰，绕圆圈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你每次眼袋都裹在上面，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很均匀了，很均匀吧？就是你刚才画那一笔，为什么有深有浅的原因？你一定是从这里转圆圈转过去，压下去嘛，中间的中心点压下去嘛，你的笔有压下去吗？你猜呢？我觉得有。你看到什么，你才发现有？因为你有一个弧度，对，所以你的眼睛会教你，当你在观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只有看到笔的笔尖先着地，还是压下去的角度，还有你放下去的角度都同样重要。通常答案都在你看到的现场里面就有。那我们知道中心点在这里，我的中心点可能不见了哈，我把它刮一下。啊，这一点啊，你可以再校正一次。这一点就这一点。那为什么我要画那一点呢？因为我要画这一笔下去是不能更改的。请问这条线跟这个点有什么关系？
第一，这个点刚好是它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二分之一？好，再来呢？这个的角度是不是垂直？这个角度大概45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二分之一是角度从这里到45度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敢不敢这样一比？不敢。我就是要听你这一句话，回去你就敢了，对不对？呀。好，这一条到这个多少？跟这里的距离，从这一点到这一点，然后这一点到这一点，这个在它哪里？二分之一不到，对不对？二分之一不到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二分之一在这里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这一点到这里，二分之一不到在这里，所以它的线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就定位。那这个定位是不是比我们想象的还粗还黑 ？OK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待会你要雕刻，你们刚才画眼睛知道，你知道什么原理了哈 ？OK， 好，这个点跟这个点的高点是不是同一个点？是，一样嘛哈？这个中心点的一半是不是这个点？对不对？这一个点到这里是二分之一，是吧？就二分之一，这就是定位。啊，你们的定位一定要看远哎，参到嘞，不要在那边这样定位啊！我刚就有看到了，你们要画那个眼睛的时候，你很这个半径要很圆，对，就你要来我远一点，像我坐这么远，对，要这样。当你坐在桌面的时候，你就这样。你这么小一张嘛，你要知道这个笔的握法，它是根据你要画出来的半径，我这样会画不完，我专心画。这个好像太少。我现在画啊，不讲。注意调色盘，我调的面积跟我转圆圈的位置，那就是冷暖的差别。透光，反射光。Thank you.
不用想太多，真的太想太多，就把我们的观念放上去，每次就修掉。果实比较好，对，果实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清朝的入界的时期。那谢谢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啊，再剩两分钟我们就休息。这是一个它的会的定位啊，你会看到纯的色彩出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这一节我们赶工一下啊，所以我话就不多说了，开始画。这个眼球啊，我们就是照我们刚才在练习的一个顺序，我们现在把那个眼球放进去，纯黑。Ivory black， 纯黑哈，纯黑。我们把阴影放进去，阴影的位置啊是在二分之一，这个的二分之一，所以它是在这个。看起来我的稀释剂多了一点啊。OK， 没关系，因为待会还是画圆的部分。我现在你看，我把挤了两次哈。我平常不是用这个来稀释剂，那我在点的时候我就能控制，但有时候也是会失误啊。这时候你就可以用纸巾来控制你的稀释剂，然后你在回补的原料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加稀释剂啊，你可以再试试看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这个老鹰的有一个好处啊，它眼睛很深邃，然后这个眉的凸出来，那你怎么样表达这个凸出来的感觉？就是它的黑色啊的面积大一点。我们刚刚画的眼睛啊，只有一小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一段而已？上面。那我们这一段呢，你就可以再增加。那你知道中心点在这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刚点了一点黑黑的，看到了哈。好，那这一点呢，斜上方大概几度而已啦，哈。所以这个它的圆，半圆在这里压下去，然后把它画大一点，把它拉淡下来，那这个它眼睛就会比较深一点。OK， 好，左边也一样。嗯，它有凹陷的感觉，这个地方也一样。压下去，然后凹陷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眼睛为什么深邃的原因。那另外一个，它这个地方也有凹进去很深的地方。哎，带到颜色了，带到颜色了。是他眼球，对。好了，我们刚才记得，我们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去找灰，这就是灰了哈。虽然我从黑拉过来，但是我加了什么？加了水位，加了暖蓝跟暖红以后，它就变灰了。所以黑不见得它永远是黑，
尤其你加了这个 yellow ochre， 你看马上就变灰了，好、啊。但是这个好像灰了一点，我们希望它还黑一点点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画它眼球可能太小了，涂半天，好、啊、像这样子哈、啊，这样好，这样厉害吧？啊啊，蜻蜓点水，吸一下，让我们这个稀释剂的量啊，你们看不到，这个就是。你们回去可以试试看，它如果是反光，那就太多了。哎，撞来撞体啊，那样啊。它如果是平平的，就是它要干要干那样子，就是你要的。好，这一点多重要，因为它转一次以后就只有一次，它没有第二次让你转啊。OK， 你看我的圆圈还是这样转上去的啊。然后转到咖啡色，对不对？然后翻过来，转下来。好，它是不是两边都有颜色的？嗯。啊，两边都有，我转的时候就不会光中断嘛，啊，别说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不会那个怎么办啊？就是转完，然后这个圆啊，你不一定要上面要连接，你可以往留一点点空间，然后这样转，这样，哇，这样就已经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下课这样。什么都有了啊！什么都有了、啊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们要平滑，不要再来第二次。没有，没不要第二次哈、啊，这个都不要第二次。这就猫头鹰的眼睛啊。对，好，那你们转完了以后，你看哈、哦，这个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 yellow ochre？对不对？那外面还有一层黑的、啊，对不对、嗯？那我们以前是用画刀慢慢拖，对不对？那、嗯啊、这个线这么粗啊，你要拖到什么时候？用笔呀、啊，啊。所以那个你不喜欢画那个短白啊，你就没这个福利，懂吗？你就是画那个短白啊，你就眼睛越大，你这个大笔你才用得到。当你要画二十号画布，这才六号而已，画二十号的画布，哇，你就要油漆出来画，懂吗？啊。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享受啊。这个圆圈啊，你可以想象啊，啊，中心点在这，对不对？这个圆的点在这，这个中心点在这，对，这圆的几乎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啊，人哈、啊，他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画要会四不像，定位不见了 啊？所以你再回来，你要检查那个定位，表示我这个圆啊，勾太小了。啊、哦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从这边再把勾到这里来，这样就够大。好、哦，那这个点在这嘛，对不对？定位点在这，这个跟这个之间的一半在这里，这个定位在这里，跟它的一半在这里，对，跟它的一半在这，所以它的定位点在这里。没有发现它的稀释剂快干了哈，我要快一点。定位点，你看我还是要来回检查，即便我画的多久都一样，我还是要来回检查。就它的眼睛，那你会发现那个比较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圆没关系，但是你用画刀往上雕就好了。对，我画刀的尖端就往上雕嘛，那不是会担心亮色没办法盖暗色吗？可是你画刀的是纯白啊，厚涂啊，绝对盖得掉啊、哦，所以就不用担心，所以就它有容错让你可以改啊、哦。他们会哦。这个中心点在这，这个会的二分之一，这个的二分之一，你看它会到这里来，那我是不是画太小了？是不是？对，我是不是得画到这里而已？对，它的二分之一是到这里啊，所以很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这种地方，那个狼啊，那倒倒的五官倒尾起来，有没有？你们啊，一下，啊，
你知道，因为每一个点呢、啊，你就回去检查一下，是不是二分之一，是吧？哈，对，那你这个点到这里呢，是这个位置对不对？你可以再检查一次，对不对？它二分之一短一点哈，所以你要画二分之一的点的时候，你从二分之一拉回去，那就肯定对的，啊。好，你就从二分之一这个地方拉回去。好了，按说啊，这里怎么淡？这里还有暗面啊，你不用担心了、啊，你一点影响都没有，没影最主要是你这个笔的尖端的 edge 你放对地方，这一次就好了，它就有平滑的感觉啊。那我怎么样去把这个点抓出来？因为这个点在这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低于二分之一左右？这个在这里对吧？它的二分之一在这里对，所以它的二分之一在这里，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衔接的点放进去，它定位就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个你就清清楚楚了。你待会磨画刀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磨过头了。对，待会就是画刀的工作而已，因为我们都是后图嘛啊。好，不能再讲那些了，我那画不完。补齐你的色彩。把你的 edge 补齐，
我还以为不讲话你们会比较专心。它整个画面会变亮，变像光。
还有分一种，比如说我整个的，我看上台的档，那我上的档比较好，我再展示。我也看到。它里面就对对。这是要穿越，这是要回补。这个野料已经干了，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做出回补，它就不会脏掉啊。那你把这个原料厚的部分脱掉就可以了。那比这个刀啊，一定要压在亮面的一整块，它就建成啊。回补的时候再把暗色加上去，这个地方把阴影带下来一点，这样。对。这个地方也有一个阴影，所有这一块啊，你要很锐利的，这里都要很锐利，所以你可以来回暗示出天际线啊。这个地方的有个锐角，这个地方有个锐角，所以你把你的白的色块往上推，它只能一次了哈。所以你的颜料推，把你的白回补。现在这个是纯白的哈，你要做的光晕以外，你要做出还反光。记得在这个点，暗跟亮的交叉。显然我刚才没有划得很干。把它带出来一点哈，就把你的厚涂的部分往外带，再带一次。等它干的时候，我们再去涂好了，哈。这个地方可以雕刻它的眼睛。然后你往上吹的时候，它就会产生渐层；往下再回补它的黑眼球，这个地方的黑眼球。再补回去。把色彩溢出，啊，色彩溢出，因为它已经在暗面了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刚才埋入的色块已经差不多干了，啊，可以来做推出。我怕这边颜料不够啊，因为我们刚那边比较薄，补一点颜料，开始推。阴晦晦的部分，但现在已经很确定了，它的晦应该在这里，然后它的亮面，好，放到你的画刀的右侧，你要画这条线，所以你放到画刀的右侧，放到右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它的高度大概是在这一块跟这一块中间的偏上面一点，所以它的位置大概在这。我们是用色块来定位啊，所以这个色块定位要很准啊，很精确。这就是我们色块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再下来，它定位在这里。
开始我们要磨这个白雾状怎么来的，它中间有白色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去勾，先把我们的就像白眼球一样，先把白色放进去。好，我们再两分钟，先把白色放进去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给我们看能不能把它完成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色彩推出，推出啊，就是白的推亮的推到暗，暗的推到亮，最后用色彩去做融合。啊，简单讲是这样了啊，就是把这个我厚涂的部分先带开一块，然后带这一块，然后带这一块。所以你会看到白色的雾状区它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待会埋色彩的时候就会很漂亮。照圆的过来，这就是那个圆，然后擦干净了，第二层推下来。所以你们这个画到一定要像拿筷子拿笔一样，拿笔一样能够转。好，现在是把这个颜色推上去，这颜色不够啊，我先埋入一些绿色的色彩，顺便的啊，反正刚好颜色不够，但这个颜色一定要你要很均匀，因为你要做渐层，把颜料 packing 啊。packing 够厚一点，这样都还不够厚啊，因为待会你推开就不够了，不够你再回来补，颜色又不一样，像这个才够厚。擦干净以后从旁边推，也可以看到下面比较深哦，上面比较亮，对不对？从下面往上推，因为它的原来的色彩在下面。那你们也知道那个眼睛要怎么雕刻嘛，对不对？是绕着它圆形，所以是绕着这个绕着它的喙，它的嘴啊，那至于要多大，其实这个比例你可以抓一下，大概三分之二吧。啊，这个还要再上去一点。啊，这个会要出一再宽一点，所以你要这样把笔把刀转过来，先在那边练习一下，在旁边练习一下，然后再转进去，把颜料再带下来一点。把你的白带回去，然后带出一点蓝色出来。好，那这个蓝色呢，就是跟你要对到这个点，这个点你要对上去，所以你的色彩是这样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再过来一点。好，这就是暗示那个嘴从这边裂开的啊。
好，这里开始我们要把白色带进来了，但是还有仍然维持住它的形状。当我的纸巾已经是这样的时候，你可以把里面这一层打开，把它翻过来，不要弄脏，好，然后你再折过来，然后你看它就会打开了，啊，这是很重要啊，因为你的纸巾永远不会把你自己的手弄脏。这就是我们在雕刻那个眼球的那个味道一样。它明度非常接近，但是你还是有办法把它的形状做出来。当然那个白色可能不够啊，我们再放一点，这个白啊可能刚才不够，对不对？再一次，白雾状带进来，直接跳过哈，不要用把白色推进来，把跳过那个边缘线，然后把白雾状带进来，啊，一刀就是一个平面，第二刀是第二个平面，回补一下这上面那个平面。往上推一点，让它弧形出来。在有颜料的地方 ，parking 颜料的地方，把往外推。这里的白色往上推。跳着推就好了哈，这一块往上推。这里有一个它的鼻孔，基本上是一个暗面啊，所以它是一个暖色带灰，暖色带灰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你们会这里就是灰嘛哈，你带一点暖色进来。那这个眼球的这个的角度大概15度的。所以它的鼻孔大概在这里。然后它有个边缘，然后你要它渐层，把黄色带进去。好像鼻孔太小了啊，再往上推一点，一样上去，小可以变大啊，大要变小就很难了啊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要把暗面带进来的地方，你会看到它并没有渐层啊，所以它是一个瞬间变暗的地方，所以先把颜料厚度刮掉，因为待会你要补色的时候，你沾太多这个色，它就会变渐层。它这个地方就渐层了哈，这地方没有啊，所以你就在这地方做渐层。这样的话呢，
补一点颜色，我们这个也可以天空的颜色给它，好一点白雾状。好的，我这个现在那个颜色补进去，就是它这整片的颜色。然后我希望它一直到这只嘴这个地方，然后到鼻孔的下方，然后中心点的上面一点点，全部都是我们要它这个颜色啊，就这样。那你不用涂很均匀，很均匀就是镜面，那就会抢到这个啊，不要很均匀啊，你有一点就像这样，有一点像这样，看起来好像其实它也有啊，呵呵，但我是不小心的了哈，对不对？就有点毛边的意思啊。这个颜色呢，你要雕出它的这只嘴后段的颜色啊，所以你就开始把 parking 颜色在这里。那这里比较深的颜色 ，parking 在这里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好了，擦干净了，把颜色往外带。啊，还有渐层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跳过来，不要再把它推掉，把这个地方也推出渐层。把厚涂的地方带掉，这个地方有颜色，对不对？把它带过来，这一块颜色其实跟这一块跟这一块是一样的啊，对。所以我们把这个颜色埋上去，那因为刚才已经有深色了，所以你现在埋浅色的，你就可以做出渐层了。这个跟镜面有点不同哦，它不透，不是反光的，啊，但是它是很坚硬啊，所以它的笔刀，它从这边是平滑，这边是凹凹凸凸，啊，所以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感觉画出来。这个平滑的部分是这样，它没有笔触嘛，就平滑 ，OK。然后这地方瞬间颜色变深，这是它的背的一个暗面的一个反光，然后把这个白往上推，要跟上面连接在一起啊，跟这一块连接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往下推，这个往上推，我们趁这个还没干的地方，我们先把这个眼睛的白雾状补回去。色彩区雕刻回来，暗面回补，好，可以用笔了，软毛笔哈，去做出晕开的感觉，像这种软毛笔。
那现在已经颜色有底蓝色了、哦、所以把这个蓝色带到下面来，这我们要做那个喙的下面啊、哦。我们刚才中心点在这里啊、哦，好，那现在往上升了一点。它是雾状区，所以没有什么笔触。没有颜料是从这边挖一点过来，这是暗面，那个阴晦的暗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糊，让这个的笔触啊带着，然后做出这个晦。你看它会有这种笔触，这个。加一点黑色啊，最暗面的地方。开始我们做一些笔触，我们怕这个干了我们就不好做，我们把这个笔触做出来。也可以，因为圣经笔一次就很大面积，但是你可以看它并不是一大块的，你如果在眼睛然后放大那可能是一大块，但是这个是一支哎、啊、然后待会再补圣经笔也可以，它没有几根啊，快速的啊，把这个笔触拿掉，因为你是单支笔画。好，我们把笔触拿掉以后，我们就休息，把尾部拿掉就好了哈、啊。这是尾部哈、啊，尾部拿掉。哎、啊，你看它就变圆的了啊。嗯 ，My God。画的很像，说画的很像。
我要画一只豹。这支笔也是好用啊，开始做镜面啊，这也这部分有反光嘛啊，我们把你画到放进去，然后开始磨，这个跟你们画眼球一样的意思啊，你这样就做出它的镜面效果，这就是磨了眼球的上面啊，然后这个跳着磨，你看它是不是圆的，我磨过以后它就变圆的，阴沟，把这个菱角的部分画出那条线来，然后再把它带开，这跟你们暗面带开、亮面带开意思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把那个弧，把你的暗面带到弧形，这个眼球的一半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把你的这个鸟喙啊的白，然后跳出来，然后再跟外面融在一起。把你的天空的蓝，因为它这个是灰的嘛，哈、啊，所以要一点灰，好，这样就有一点灰，然后雕在你这个旁边，啊，这个就有笔触，对不对？这边没笔触，对不对？这边比较紧，啊，然后它有点灰，然后也可以雕，雕这个，啊，目的是要雕这个了，我们画半天的目的是这样，啊，跳着雕，啊，这个跳着雕在这里。这个地方你可以做雾状啊，也可以不做，因为是色彩已经够了，因为一级色我们放很多了啊，厚涂的拿掉啊，才会觉得它是一体的，雕一下，好，我们休息，最后我们要把雾状区做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有色彩，对不对？有 edge 很强烈的 edge， 那雾状区不是很明显，雾状区我们都是用纸巾擦出来，那最下面的雾状区我把它做出来，这个的雾状区你不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暖色的黑凹陷，还有一个暖色的，还有一个暖色的白，所以你可以、我们可以用中性就可以了，不用到暖色，是这样，它要灰灰的，所以你看我把它带灰灰的暖色灰，所以你如果没有用观念，你不知道，你从图片去看，你不知道你要用什么颜色，可是当你用了这个观念下去画，你就可以画出你要的暖色的白出来，你可以看到我画的位置都是破坏原来的 edge， 都是破坏原来的 edge， 然后有一些我待会保留我要做雾状区的位置，然后都破坏这个色块，主题就是要让这个色块融到我们的画布里面，这个一部分雕这个嘴型，一部分
破坏啊。一部分雕这个鹰嘴，鹰嘴这是不用雕的，它已经有了，但是破坏掉那个色块，就是有一个很不自然的色块，这时候我都把它解决掉啊。然后这个就是不自然的色块啊，然后用纸巾这边是干净的，先从白的地方开始抓，这个地方是白的，这地方白的，那它就雾状区就出来了。你看雾状区就出来了哈，先有观念啊，你就不会那根那有几根毛去画那几根毛了哈，你用了你的观念去把这个雾状区就出来了哈，跳着做。然后这个地方要进去啊，这个地方要进去哈。好，进去以后，这个地方要做出它的雾状区，还要带出什么空气的感觉。它飞是这样飞嘛？它的毛应该是这样飞嘛？哈。把局部的色块像这个白白的，对不对？把它变成雾状，它本来是块状嘛，哈，那块状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它是凹陷又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眯着眼睛看，你就知道你的块状在哪里。你看，我现在把它变成雾状了，包括这一块，你要把它变成雾状了，这里也变成雾状哦。所以你要趁它湿的时候去做啊，干了你就没办法。然后开始啊，把这个白哦。后涂的白啊，刮一点上来，雕刻这里的喙的旁边。你不能用笔雕啊，你用笔去雕就很僵硬。好，那你用这个去，你用餐巾纸去雕这个三角形，然后你雕一部分，对，好，那这样呢，这个鸟喙就很锐利，但是它不会像剪贴的啊，不会像说人都剪下来贴上去的，还是一样啊，把你的块状拿掉。好，现在就变雾状，对不对？这里也是把块状拿掉，要变雾状。这里也是雾状，好，这四周的雾状是不是跟它一样？渐渐渐成，逐步进来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有很多雾状，然后你看啊，所有里面都已经没一级色了，我们一级色剩下一块而已，黄色。对，这时候你用另外一个一级色把它补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它得有一个平衡，2024年10月，还是用钻笔啊，会比较容易画。这个用点的，哇，这个脚好大，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